当当，为大家带来了一枚虎式坦克的炮弹。外包上写的是，这枚是 8.8 厘米口径反坦克炮39型，然后炮弹的种类是穿甲、背帽、风帽。这里的 L-56 的意思是这枚炮是56倍口径。当然，这是一枚1:1尺寸的模型，并不是真货。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，里面到底是什么。里面有一份涂装指南，喷涂使用的漏板，然后这里好是火炮的底火。弹头，合模性还是有点明显的。这里就是心心念念的弹壳了。可以想象拼起来之后一定是非常的巨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看制作过程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和投币哦。